知道我必须要为此赎罪，而且我也准备好要接受任何事，但我还是无法忍受别人说我是个坏女人。一个男人全心全意爱上了一个女孩的感觉，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爱一个人，就不会轻易的离开她。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只要是你爱的女孩，我都想去了解，我也试着去爱。我相信你说的话，真挚的爱情最终会让我们彼此包容和理解。 GTV 戏剧台《爱的伤痕》